这样不要了啦，这样超好看，洗洗洗，洗洗洗又要洗，洗洗，你要洗的是这个房间吧？洗这里，洗洗洗。那是要丢的呢，那一栏。对不起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的床长这样，除了狗愿意跟你睡一样，还有什么生物是愿意跟你睡的？我真的是看不出来。而且，哎、欸，有我其实有啊，因为我之前把这边，对啊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，走了，拜托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一直快走，一直快走，我叫你不要走。这个房间之前也有其他生物，之前那个收纳师来清空的时候，真的发现床上被压死两只干蟑螂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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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要跳浮沉的啦，我很怕。那个边边，哦，我帮你拍。你看他长那样，看他。我有点害怕。你看他，你怕屁呀、啊？这边有蜘蛛网 ，Oh my gosh！ 这层蛮好多。哦、oh, ，我被抓痒，我被抓痒啊！我被抓痒。这半截睫毛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他会在桌上？上面还有毛啊！把这个丢了好不好？是我的浴巾。啊！你看他浴巾多脏，是我的浴巾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脏啊！我在洗啦。好，丢了丢了丢了。丢了啦！你女明星、欸，你的地板都换了，你浴巾舍不得换。强强啊！你要请人家把这个墙壁要做起来，对，防水。做什么？要做防水。你看这个已经有壁癌了，不要生病哦，不要闹哦。真的耶，都发霉了。啊，我要抓漏水，等等，我墙壁有壁癌。对。我弄面巾。滑一滑，这样用啊，用。我墙壁有壁癌，怎么会漏水？爸爸想说，可不可以开大钱啊，爸爸。我是住了会生病，需要拿铁刷刷掉。住这么久了，你现在才在那边，会不会就是因为住这么久，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你有跟你老公说你今天要来帮人家收东西吗？我其实有给我老公看一下那个影片，然后就老公就抖一下说，他房间发生什么事？然后我就说。他房间一直都这样，然后他就说：“那你要干嘛？”然后我说：“我要帮他整理。”他说：“这不用整理了吧？要他要不要搬家？”强强啊，强强，这是个宝藏女孩、欸，真的是她，真的以我这种出道多年，还是会中你的埋伏。跟你比个赞啊，真是一等一的厉害，一等一，好不好？我埋伏很多个，你等一下再小心一点，还没埋完呢、喔。地雷女，还没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件是新的。啊！你们看，你们看。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脏！你要赛车？我碰到什么东西？你要赛车一下啦！我赛车手帕真的很赞哎，好赞哦！大家喜不喜欢？我靠，这个走山的垃圾，强强啊！这里面还有是有还是没有？是衣服是不是？这是我的电灯，是我这里要用到。然后电灯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这下又是什么？这个又是有眼影。我靠，这边有眼影，又有眼影，侯整理，侯整理，我们又中了埋伏。这可以撕了吧？这可以撕了。那我好多年，我这种小时候贴的，好难过。你已经不小了。我觉得我是强强，看我还有蒙娜丽莎的微笑。我觉得我真的是强强的克星。你看我每天都在蒙娜丽莎微笑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都是在小时候。Oh my god！ 它已经裂掉。这是我亲手拍的哦，我现在是摄影师呢。没事，那小时候就是。这是我亲手撕的。你就是他的克星，没错。哎呦，这里有一只感到蚊子。Oh my god！
会有天人尿在床上说，哎，不是你的尿，自己不用怕，你家不会是这样子的人吧？哎，我是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今年最夸张的是，我准备一个尿杯在这里，然后我会在半夜的时候起来尿，然后脚在倒掉。你有尿壶不是在旁边吗？但是我就好懒得去上哦。他后来被我爸抓到，我爸把我打了骂了一顿，我真的再也不敢了。哎、欸，你们想吃点糖果？这个是半月。这是什么？但是还可以用肥心的。这是什么？你有确认你蔓越莓没过期吗？啊，这个呢？这还要再点？我要这个，我点早点，我今天要研究。那、这个呢？你确定它没有过期，你就这样点？我问你啊，都还 OK。这颗什么？这颗你会吃吗？这颗我在忙吃掉。我不准你吃。小婆哎！天哪！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在已经快两点，我是早上十点来他家的，然后我们开始拍摄，月末是十一点半的时候左右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帮他整理房间。现在已经快两点，我以为才十二点多，所以刚刚他们就说已经要两点的时候，难怪我莫名的肚子好饿哦，是不是我消耗太多的体力跟我的脑力？不是，我好饿哦，老板娘可不可以给你吃喝？我记得他像一杯水都还没喝到，然后做一个放什么三个月的维大力，然后什么鬼的。我有水，这个，这是我自己的，我的嘞，帮你叫高级饮料。现在的东西现在已经有分类，好，现在已经有雏形了。这边是回忆区，那边是食品区，这边是眼影区，然后这边还有其他的包包区。然后等一下会在里面再翻到同样的品项，就要往同样的地方走。嗯，那如果不够的东西，我们就要一直丢。所以你丢的东西一定要追上我们整理的东西。如果我们只是把它换位置没有丢，那怎么办？像比如说这两个地毯，它就是要丢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吗？这里面一定有很多蟑螂蛋，蟑螂蛋啊，蟑螂爬过你还要？蚕啊，栗子的毛啊，还有就是你荒唐岁月的一些回忆跟历史。这是旅行袋，旅行的时候。你有几个旅行袋？这有没有清过？这一袋是换这牙刷不能再用了。这是换取旅行袋。这牙刷不能再用了。你好，这牙刷不能再用了，不要闹了，丢掉了。这名字还可以撞，真的假的？这是洗脸用的，心痛是不是？还可以用，把这个，这是塑胶的啦。啊，各位，哇，等一下，这么健康。这些我其实什么时候有这种风格？我有时候想卡到你，你有这么保守？我有时候想走保守风，保守风。胡姐会吗？胡姐会，你看看，胡整理都整理都出神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连我都不好意思穿。哦，我胡姐会，我要胡姐会的。这件可以，这件可以，这件可以，这件可以留。会留下，这是这里面这边是还有的哎，我不知道那还有，这还有的，这还有个，这颜色我要的，这要的不要了啦，这颜色好看，屁呀，洗，又要洗，洗，你要洗的是这个房间吧？洗，那是要丢的呢，那一栏，对不起啊，洗，好，洗，我来，这个太好洗，我要看。对不起，那个啦。还是你要直接拿纸胶在做记号。好，要。来，我坐在我上。你帮我贴在哪里？你帮我贴贴这边。对，我贴贴在这里，贴到明显。不是，你不要贴。不是我的。他来帮倒忙，贴横的啦。做效果的。我还自愿跑来帮忙。谁让他进来的？哎，歪掉，很歪，歪哦，你那看不到，有点强迫症，那你很适合做整理师，上升处女座，不要闹哦。干嘛？他那边歪，没有强迫症，没有。45吧，比不到我们的，宽45，长是45吗？你是瞎在挖矿？长是45。什么位置？越 Hello， 我真的要气死我！真的，这是高材生刚写出来的字迹吗？长45，宽60，高76，我看不懂。我待会把它写清楚一点，等我想。
是这个桌子好像，而且你写出来你的桌子了，你在干嘛？好了，这张桌子谁又把你放进来？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底下才是出事的地方。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、oh、my god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很赞的，这是什么？感觉很赞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很赞的。里面还有两个，这个这是什么？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清洁液，刷去清洁啊！终于找到这个刷去清洁液，很赞的。各位观众啊，我们找到刷去清洁液了。Oh my god！ 林嘉玲啊，你看你的新鞋子，放在这个里面的阴暗的角落，你快去刷。哦哇，新的。哦，哎呦！来，林嘉玲，看，这双全新的，这双全新的，快下给我看一下，这双全新的，好时髦。你看它脚也不擦。哎呦！啊，全新的放在鞋盒里面，在这里找到的新鞋子，赶快收起来。没看到这双，你看那么美的鞋子，来拿去上通告。专业，好强哦！哇塞，哦，很帅耶！不行，美丽耶，你不要这样子啦。你在认真做什么？不是，强强，你要是看自己，可不可以化妆？好，下次见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手表，来来来。好，干嘛？不要。来来来，这是给你的，不要我，给你的，来，这是你包鬼的啦，你这包鬼，看是有我的照片，我要给他的。OK， 好 ，OK， 要用哦，我说当然要用哦，要用哦，有没有雨伞啊？撑伞出去啊？有，那把就是我的，那把就是我的。